行。来，打开，给我啊。哎呦，这个时间还有鸡腿牌，而且是柠檬香茅鸡腿牌。哎呦，其实我来讲啊，这休息人玩的。是高手们。时间过啊，我袂瘾等啊。来，六个客人哦。这是整只的鸡腿，而且是柠檬香茅。这种口味我已经半当一当无客啊，因为鸡腿鸡腿。来，一个鸭子，伊唔免五百，免四百、三百。要吃的快一点，来200块，六个客人而已。柠檬香茅鸡腿排真的好吃，比阮一般的柠檬鸡腿排佫较香佫较好食。200、600个鸟，经营值200块，柠檬香茅鸡腿排对。你一个等于蒸啊，这蒸了几斤，房间拢内部皮有够香。暗时吃可以啊，都免饮酒。介绍过嘛，吴哥啊。最后一个柠檬香茅鸡腿排，给我给我给我。好来刷，无啊，一分阿贵啊。容易卖相吗？你才大下拢给我，给我，我等你看加添嘛，大下拢给我，给我得啦。容易卖相。我啊，我想要你遐差遐困咧。啊，伊嘛是有变袂落来，会压力了吼。嗯。伊袂来，伊袂有压力个。来，啥物食容易？500块了。一杯猫100块，2杯互你，3杯互你，来500了。我存容易啊，你无买我嘛无伊啊，来500啥物？啥物食容易？大哥呀，夏少，夏少，哎，夏少，公斤呢？100、100的，无得买啊！我大哥来哦，有他无咧设计加烹调啊，我包下无啦。耶！安尼倒落去，包起。红梅，红梅买500块呢。有人爱食红梅无？也就一包500，2公斤。我了了的啦，搁一包我啦。剩一包，剩只一包，要吃野酒，剩只一包尔，无压力啊。四啊九三八，四啊八2公斤，买四啊五开400，一个人计尔无啊红利。出去包到2公斤，我偷开卖一包卖500无问题呢。400卖来300，姐妹了，无啊？300块，要收这1公斤300都买无呢，这2公斤呢？阿伯啊，来偷开啊，来偷开啊，偷开我来400多啊，300块2公斤。是啊，天气变冷了。哎哦，来来来来，暗时要买报捷径的来，蒜头乌骨鸡超好吃的，一只350啦。皮厚吗？真的很大只哦，你看到你有听我比你大只鸡啊，不是小只鸡，但是乌骨鸡哦，这样呢算够大只的哦，这是乌骨鸡哦，猪汤足补的，来。这人一只3、5呢，我见我听几遍300呢。这人一只蒜头乌骨鸡，有人要吃无？他多少要鸡？对不起啊，是你妈说无啊，剩六只，这人一只300，1、9、1、8，来2、5呢，六只而已，没有了，赶快！我俾你300了，成箱，来2、5，最后剩5只蒜头乌骨鸡，来留一只，我朋友要，朋友要一只吗？还是全部？一只啦，一只，二啊，好紧嘞，蒜头乌骨鸡，来二啊，我有人无买了无？哇，要求我一只鸡拢400块啊！我讲你二啊，我这是全鸡，全鸡，全鸡，你知影什么叫全鸡吧？对，台积电的子公司叫全鸡啊。有啊，我买。当然买半鸡都买袂掉，买全鸡。真的，250最后一只。调理好了。最后一只蒜头乌骨鸡没有了。有人没有买鸡的吗？没买。我包的，我这边的一样，我的不要一只，无啊，蒜头不鸡，有了吗？好，谢谢。这鸡腿双嘞？加油！鸡腿酥上面酱。我老婆要。你老婆要什么？鸡腿酥还是鸡腿酥？鸡腿酥。哎，这种鸡腿酥哎。豆乳鸡啊，弄会晒，这个都可以。豆乳鸡超好吃的，来一包卖200块，这一包卖300，我告诉一公斤哦，来200块啊，200块来。阿贵啊，老豆乳鸡嘛。好 ，OK。来200块搞呗。然后鸡腿酥留一包，我朋友要。对，我朋友要。来，新粉帮你留了。那、啊、豆乳鸡你要吗？对啊，你要鸡腿酥还是要豆乳鸡？给你选，多好吃啊，价钱都一样啊。对，豆乳鸡。
因为我其实很香啊，我说真的，普通的米浆喝起啊，那你要什么？鸡腿酥。阿哥姐，阿哥姐上。大哥。给推说还是小路边？小路边。小路边。啊，是小路边。来。要导入机还是要导入机？最后一包。导入机还是导入机？来两包，最后一包。要导入机还是要导入机？来两包，剩几包呢？我什么价？超姐上面导入机。你第一个买，再买一包好不好？来给我，我打折给你。多少？给我啦，不能打折，不能讲出来多少。没办法，拿去了。喝了尿尿的啊！不然留一包要冲阿伟嘞，来不及了。你等下叫什么？我去买啊。清分。我刚刚说就。哎，物件本钱，我根本说甲上什么了啦？买走了。不行，下次。但你老根本说上什么，你都不听后边。你唔讲物件本钱，我讲平咩？一个意大利，根本说恁办的餐厅，连菜拢有这行，煎一煎，炸一炸，用气炸锅非常方便，来买两包来，一百块啊你。一百两，两百块。直接开二十粒，等于蒸，等于煮，等于气炸锅做一只，小朋友短，弄一只，几百块完。菜有没有？二十块，二十块，二十块钱呢？我不平。啊，我们要减钱哦。啊，无搁加一袋哦。这钱无带钱，加两袋，二十二袋。二十三袋。二十五袋，一百了。啊，一个干杯说全部五块，我搁给你拜托哦，来，一百块完，干杯输。100块，来，小姐要赶快。六啊。几百块来？两个。几个买？三个。三个而已啊、哦，没关系，一个人25分，给他包到完。哎，对啊，快叫我爸来，别叫小姐不？来。从你无从。哎。三个。花姐，你若答应吼，我准备给你。哎，物件拢甲出出来啊啦，莫放后壁啊啦。什么包鱼啦？我拍写包鱼不要。这个是来。小姐的100。那个什么姐？花枝所选，来花枝所选来，刚才买五十的，刚才才买五十的，还有一位，来谢谢，看见没啊？给白龙冲给白哦。嗯，啊、这是什么？来柠檬香茅鸡腿排。柠檬香茅鸡腿排，来谁买的？这边谁买的？来这边，来哥几人上辈？我老了呀。OK， 我老了。哎，这几龙烤修掉呢？刚才谁买柠檬鸡腿排的还在现场吗？没有哈、哦，走了哈、哦。嗯，谢谢。有吗？有吗？确定？来，最后姐，柠檬鸡腿排谁要来？200块给我。我、啊。柠檬小马炸鸡。哎，你对那个，嗯，看他请的，我不讲你做晚来，咩鱼啊？那个。哎，好，不要多一点。哎，头疼吗？没有头疼。哎呀哎呀，慢一下。哎呀哎呀，哇，黄金酥炸鸡排来200块来，有人要煎无？不不了。猪排。黄金酥炸鸡排不是猪排，鸡排。一袋40，两袋80，三袋40，五袋60，70，200块呢？黄金酥炸鸡排，不不了，鸡排200。嗯。哎，我搁载物件回来，包买买。来啦，我给200啦。我这笔金无回来，我安尼卖定绝对吼，公司会卖，但是好佳哉，以后无这通卖。来五袋，来六袋，我恁啦。来六袋，来七袋啦，来八袋啦，来九袋啦。来，最后一个十袋啦！来，200块啦，两个客人而已啦。猪扎猪排、鸡排啦，还要黑白的，要了钱，要收啊，这什么可以？然后我们来，越吃越赞了。我来讲，要反悔的吼，以后再过来。老师的煎饼饺，我存到上尾啊。芋香葱肉派。这间餐厅的吃这物件，像老的啦，我想要讲啊多啊。这个东西我很早就已经没有了，已经看得到就是人自取的，无来客，所以你看买唔到。来，等一下，快倒了。芋香葱肉派，这多只，但是你餐厅只足贵。哦，港式饮茶就有了。
两条五十块，你当作我讲价哦。我见我后恁大家送去，一个十五条哩，十五条，唔免三百，唔免四百，来两百块来。玉香葱，真正时间也无早，即收了了的啊，一百块完了。不是三条，一百四条，一百五条，六条七条嘞。来十五条一百，进来，六个人去买倒。玉香葱肉派，一袋都二五啊，还要七百块十五袋，我跟你考虑啦。六个客人而已，来，这是包肉的，葱肉的，包葱肉的。来，一百块，最后两位了，几百块。哎、欸，你们如果喜欢吃这种东西的，最好买两份。我十五条变几百块，两面在省几包。来，没有了。六个。哎，谢谢弟弟，这个好吃。来，一千块。但是要分妈妈吃哦，不能自己独吞。来，今天十五条了，六。不要，不要。我讲要分妈妈吃啊！我没有，没有妈妈吃。唔系，我对讲，如果咩挑拨我的感情，不过。你讲多话嚟嘅。干杯说三妹，干杯说。干杯叔来，小姐来这边。啊，还有一位干杯叔，谁买的？好，来来，拍手拍手。那鸳鸯虾饼两百，最后几个人给我啦，两百块，只要鸳鸯虾饼。来两百，来一杯啊！来弄我去啊！你要找谁啊？来好啊！我操！我操！来，肯吃吧，今天不摆物件哈。来，手工葱抓饼上面加一包一盒，两百二，足当哦，这一点五公斤，一千五百公克，但里面有十片，真的很好吃。暗时也袂困，就听好，对，当你也开做面膜，足好困。人家饲的啦，我遐无聊，我饲这嘞。人家饲了，甲我讲的，阿公吼一定爱乌空，无我都串皮。来，十袋两百百五，来七百块卖卖，两个而已。葱抓饼，来小姐一包，来最后一包喽，一百块而已。你要不要两包都买一买？这样不用常来啊，晚上就很好睡了。谢谢你，我的葱抓饼真的好吃到不变。小姐要两百四也太高了。阿姨两包拢买上一张相片，我存一张裸照上。好，我上完。上完了，上完了。好，抓你较早啦。来，我幺六啊，阿爸鸡。来，阿爸还啥物只？来，阿爸还看阿爸鸡做袂好无？这一包百五，这一包百六，来三百块来，两个人给这边。好。哎，还多好嘞。幺六丸加进去幺六根，啊你蛮贵包蓝莓嘞，好鲜美，你食袂完嘞。我是袂少，你无一定爱那边爱食呢。分开吃也可以哦。啊，鸭肉丸就是煮汤，超好吃的。来，一个人拿两包鸭肉跟鸭肉丸，这是新港鸭肉跟，这两种拢无少的物件。来三百多，抓的钱哦，我紧的。你创啊，无你也穿呀？我也较大滴哦，看咩么？哦，三个客人，谢谢。哎呀，这话嘞，我主要拍拍好玩。以后来两包啊，来两百块来，两包哦，不是一包哦，超好吃的，来两百块，三个客人而已，不要再啊怀疑，我怀疑我就收起来了，怀疑，随便一包都要一百五啦，两百块，两包可以跟你讲，超好吃的，最好解两百，哎，哦，你怎么管我该吃，我给你，阿贵阿南吃太阿好你。妈，穿江老李啦，看什么你唔食老李的可能，讲啥话嘞？哇，恁话掉啊，恁呐、啊！三十八五，弟弟，唔好恶言，知不？哎，那钱要较骨力开，较大发的。虾子啊，再留点。虾子还有吗？有啊，你要多少多少。来，我这样子要画黑啊，多边的物件收收的多啊，慢慢画嘞，我真正上班没有啊。请假未啦？剩一包牛奶。我咪讲你知啊，那么。阿你话见人未？甲高点得未？高点嘛。OK， 空调要边啦。哎，我注意嘛，耶。有要了。好。来。来，想要吃海贝的，较紧的。好，帮你弄得好。一人一份，三百块完。等你。他要再一份。一人一份，六个人客，五个人客分一半，唔免三百，来两百块完，两百块来海白虾，一人一份来两百块。好，先生帮你留了。很快买了，下次两百块，不然安尼话，安怎话都要三百，不用五个，来四个客人买，通通给你们，一半俾我请客，今天了解。两百两百。来一人一份两百块来。海白虾哦，真正好食，真正甜，来两百块来。贵也要吃虾啊，贵也啊。我叫两位。
金马来虾啊，两百无可能卖四个人个尔，这一广场一千块的物件，哎，两百几个卖？还有一个，我这边还有一个。香都买到了吗？台北。几位？几位？八个，这里四个而已哦。哦，啊、有八个客人拿钱哦，阿个包。不会人给的，我给你来聊聊。小姐，麻烦你姐哈。小姐，你的卡片真水。小哥，小哥。虾子九个。虾子九个，我一共十个。这个是鱼香葱肉饭，来，刚才谁买的鱼香葱肉饭？来弟弟来，谢谢你小妹姐妹的。来，谁买葱肉派的？超好吃的，来端了就。来，传说中，您做起来捌听过我面这对不对？啊，不过后腰人家都可能讲咩咩啊，讲讲无啊，应该是三个人给的。这个我不可能留到这么晚呐、啊。今天啊，他多人讲人客无啊，啊，这个恶出来啊，后腰恁真福气。这个时间来已经看不到我这种产品了，这个叫铁路之牌，你捌听过叫铁路便当吗？排骨便当顶面迄个排骨不值得，有好食无？足香对不对？要真正的像其他可能会使，三块百二，四块五块两百，来上面吃铁路之牌两百块啊！无几个人就经验值啊，来两百块先收钱，来两百铁路之牌。来两百啊！你真正唔知我咧卖啥啊？来两百块嘞，我给你们两百了。后面没有猪排了哈，那我别玩，你个生死摆出来。来两百块，九姐妹来六条你们。我给恁看，我别讲。来七条你们，佮是我用暗请假请了嘛。铁路猪排。无人用，来八条你们。两百块嘞。靠呀，真低排起价，我佮袂恁八条三二呢，两百块来九条你们。两百多，铁路猪排两百块，干脆这样好了，真的要收了。下次好吃，记得礼拜六、礼拜日哈。啊，下个礼拜六日一二连续假期四天，好甜吗？我哪晓得甜吗？我见四间拢在家替咱过平安路。来三个收完了。差不多啦，两百块啦，搁几个人去年啦。三个我收完了哦。四个了，四个了，还有一个了。走走走，啊，没有了。啊，这减一个了，八百了，叫烤台了，烤鱼啊，还有八块的水果，八百。三百二。好，现在烤鸭够会几碗？那什么时间啊？够会几碗？就明天。他已经拿钱了。这样，那些以前拢讲起，我说一定要明天，人是的。哎，够有啥物摆啦？阮这也无买着摆啦，过分人一个啊久啊，你。好啦，客气啦。来，拄啊无买着红嘞，来五百，来两个人加买。真正水诶！快讲，我退兵先，到恁着看有啊。以后无可能安尼卖恁啊！来，红嘞买五百，红嘞买四百，一人钱两百块啊！两百块来，三个客人买，懂吗？两百块，谁要吃红嘞？两百，红嘞两百，不让金钱哦，来恁两个买。来两百块，一人一盘。两百块，两块，两位而已，两块拿钱。好嘞，好嘞。要收两百块嘞，别，以后拍别红。来，回几碗，讲完嘛，他看我贵客。来，要吃花砖的，来两百块，来五个客人，四个客人，来三个客人买，来两百块的。来两百块，一日吃一公斤呐、啊，不是台斤啦、啊，台斤得二啊二啊啦，公斤卖你三百。来三个人给加鸡啊！我来两百了，花枝丸两百块，谁要吃花枝丸的？靠，回去啊，每人八块。哇，大哥搞旁点，谢谢大哥。大哥三房没被干，兄弟。一米多。都四百，都三五，都三包，三房给你。好了，那再加五杯就好了。来，各位姐来两百块来，再卖一位。两百块花出来，哎，我回家做价，你看，啥包的？干了，这厂里包墨鱼一袋面，一包就七十块，啥包货？不要鱼啦！这条个上面点点，唔好封面。哦，真正是要死。这条八三，条阿妹卖的，你记得来吼。你一颗掉下来啊！超要歪掉两个，应该让你不要快掉，你也不吃。那个墨鱼一袋面，大嫂不要怕哦。它真的很黑的，但是很好吃的。
问我就知道。问伊就知啊。伊最近嘛做乌的啊。哎，我们吃黑店的免三百。手工虾卷不介绍了哦，我们的虾卷卖的最好了，因为它是手工的，但是不便宜哦，四条就100块了哦。哦，我比今天调到供应量那边一条30块一模一样哦，这家叫黑一点哦，来，没开300，来200块完哦。手工虾卷来，马上给你的，不用等了。来，秋刚黑店200过来，星球姐妹吧，来200。200呢？手工虾卷200，有没有吃手工虾卷的来备掉？来宰一条的，来整条的，来200，给来12条给你。来九姐妹200，那没三百。手工虾卷，有人要吃手工虾卷吗？没有没有，然后收起来哦。九姐妹啦，我按暗时我无猜，我请假请好啊，你嘛给我捧留下，再上一条的。以后不放在那边，来200过来。200，这真金无俗的，我问你。对呀，感谢你。啊，我二十条你来，14条你来，老师一条全部15块。两百啊！这跟一条30的，我唔开玩笑，来200块来，赶快超好吃的，用煎的气炸锅，煮汤都很好吃。这是手工的哦。来13条，14条来200。对啊，全部贵人给黑根，来小姐要5份哦，1000块给我，谢谢你。来200块来。你吃到你就知道你买了有价值了，我要俗的啦，8条9条12条来200块，来再上2条啦，靠腰来200块，手工虾卷够人没买到吗？手工的虾卷200，不然200，通通的买到了，不，这已经算气了，来升级包给谁了？上多上没买的给谁了？来一样没啊，这是酥嫩二节式，这熟了加热就很好吃的，来200块，准备要去包，1.2公斤，谁要吃？200块，这袂香，准备包呢，来100块，给客也无啊，150，最后一包了，哼，一包200几块呢，来阿妹吃诶椒麻鸡软骨，椒盐鸡软骨，来购买200块完了，超好吃的购买，大哥。这边买200，这边上万块，会叫人煮猪汤，真拢好食。阿公嘛，你甲猪汤捞嘛，超赞。来，免300，来200块来五个人给买着。没有公碗的啦，我们家公碗卖的超好的，因为这正新的公碗，做汤的猪汤捞嘛，都虾干包来啊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哦。等我接哈。啊！食过阮家讲完，卖阁介绍100块，这样去一盘等于煮100块，100块啦。先你讲完，100块的人给你啊，无啊？来掏钱，你上不哟？来100块啦！来前面大哥要，来讲完100，猪藤萝卜，你我无骗你啦，真正好吃啊！来1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讲完，还没买的举手。不要以为我卖贡丸很奇怪，你吃到就知道不奇怪了，超好吃的啦！100块最后结账给我啦，啊，你敢休息啊？这超值！来普沙麦，谁要吃的来？2000块，1500，一只4盘，2只800，谁要吃？1000块，一个贝壳，普沙麦，谁要喝啊？哦，来这家给我，1200，大只哦，这套 A 级哦。我不是卖这五只呢，我是卖完了呢，剩这五只呢。去加双包来1000块，一个饼，蛋卷。挂家拢五人来1200。无啊，谢谢，我变高。好 ，OK。来啦，五只好恁啦，有啊啦，有啊啦，这个哎，虾啊，先阿发一个来。哎哦，大哦，阿杰，大明仔上班哈。谢谢哈，来虾啊三尾来，感谢潘小林大家姑，来海贝来，来大哥来，这边也这边也，你这卖掉喽，好谢谢，来椒盐鸡软骨一包200三杯加，鸡软骨多加，大哦，就差包这样，来一包好啊都，来谢谢小凯，你要收这一包100块的物件，每一包好爱个好路哦。100块，椒盐鸡软骨，大哥要一包，好，没有了。跳多外三分，跳多外三分，跳多外三分，不要。好，不要紧。是的，是的，帅哥你也要。你来买这个，你买这个。我要不了行啊。300。
王美玲，刘阿良熟鸡腿，这一只80块，大只的哦。这红边呐，这加了就好吃了。小家庭最适合的，来，我一笼我里面四八三八，200。最后一位没有了，这一辈子可以煮到三个高档，加五一笼300。可以啊。我全收了。我全收了。来，红龙。开始系列我礼物，干贝酥谁要吃？来200块。哥哥，你们要不要见这个小朋友超好吃的？这超有三十五超贵呢，36。一包我的。好了。你，该先较早，我较早你那嘛是来。但是我那是六岁较好。你可唔难考会？弟弟，你好。弟弟啊，你搞广场过去。好了，没有了。来，大鸡腿先吃。来一包300，两包500，快点。你不用等你等你。进啦，进啦。诶，炸鸡腿。来2包500，今年要收啊。大哥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不要吃这个？还是要吃鸡吧？这是3包。要吃鸡吗？2啊5万。哎，不是他。我要吃鸡腿啊。来2包，得了。呀，你要几包？1包200。这包是1公斤是哦，谢谢。来，伊要还我，无法度下关呐，我袂晓关。好了，谢谢了，休息了，拜拜。下礼拜六日一二见。哦，来，拜拜啦。拜拜。下个礼拜六日一二选一天呐。好，刚好下班了，拜拜。感谢各位收看，辛苦了。下星期见。哇，连四拉四呢。下星期连四拉四。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各位，下星期见啦，拜拜。安哥，我还要一个箱子，双花虾卷跟鸡。好，看不看？虾卷跟鸡。全部我放在里面。对啊，可以装成一盘。